33岁嘅朱千雪近年正式成为大律师，连公开活动都好少出席啦。不过佢都有喺社交平台度分享近况。日前佢就贴出一张素颜自拍，一向都好好笑容嘅千雪竟然面带茫然，仲鬼马身嚟影相。穿着运动装的他原来刚刚做完运动，他在相度用英文写着为什么 YouTuber 们可以做运动时依然保持微笑，我和我的肌肉就只是尝试不要哭出来，非常搞笑，估不到都会有考起高学历大律师的时候。